精致女孩不上班的一天到底在干嘛？自然醒已经中午了。对什么都好奇的小猫，一年好快啊！一个人在家得有音乐。哇，天气好好啊！仙女只拉粉色泡泡，昨天的衣服忘洗了，留香珠可不能少。今天想吃火锅大餐，炸点酥肉。菜可太丰盛了，今天宠幸哪个杯子呢？奶乎乎就你了。别说你还没看这个，这衣架比我的都好，好满足啊！吃饱喝足，还有点工作没完成，厉不厉害？放在上面暖一暖，点个香薰。我真的好喜欢这个椅子啊，玫瑰味的。坐久了身上好酸，运动一下吧。椭圆机太适合宅家运动了，先用椭圆机模式热热身，开始飞力释放模式，调低一点，练习翘臀模式。一身汗去洗个澡，每次洗澡都等我。你家的也这样吗？简单化个妆。上的这个妆有点难以擦，发现步骤了，粉底液的量。新入的丝绒系列好喜欢，弄手上了。今天的心情适合甜甜的味道。给手机也选个衣服，外面冷穿羽绒服，放进小熊里，背上小包包。和闺蜜好久没见了，期待。拜拜美少女们。沉浸式新年大扫除，you
是打工丽人下班后的时光到底有多爽？是挺小家，一进到底。